哦，明天就可以放假了，却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玩。现在可是属于少女的春天呢。春天你会怎么过？野餐、海边、赏花，还是当个文青美少女？我就是文青美少女啊！想当个春天少女也这么难吗？你想好春天的生活风格了吗？梦想是完成你所有的想象。天呐，这里面介绍了所有关于春天的生活方式，哎，不管是旅游、餐厅，或是空间设计，满满的春天情怀。我终于知道要怎么实现我的春天少女梦了，这真的是宝典呢。哎，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从天而降的耶，重点是你还没下班吧？博客来、诚品、金石堂各大书店都有卖哦。